可能还是想要先回到线上为主。哇，上路有尝试一波 gank， 那个是 Q1 有命中球，上面 Q2 打了出来，最后一个钢铁怒涛直接把这个 face 给踩死。不断的，其实他只要有空的话，就会到对方的聚会鸟区域逛逛街啊。哇，这边先成功的勾来后，这个强送你丢过来，成功的把 Nexus 给打了起来。哇，这个 Q 怎么没中？可惜这个 Q1 并没有命中 ，PK 还在扛塔、啊。最后一下普攻成功收掉，这个塔也成功的让他哇耗到剩下100滴，没有被放倒，差一点点喇叭就倒下了。时间差了，对，先抓下来了。可以同时就是把对方给切开来 ，PK 从这个角度走出来后，大绝直接敲在了 Pony 身上 ，Pony 血量掉了，很快剩下三分之一左右，没闪现，有办法拖下来，没有办法无极杀掉了 Pony 以后，这边那就是，哇靠的调皮小飞逃到了聚会鸟区域，成功逃脱，但是 Pony 的人头就在这边被带走了。对他们这边的这个血量应该是有机会再来推一座塔的。看一下这塔利亚怎么防守，边子之枪也是用掉了，哇被勾到了，被勾到熊下面，龙奔奔被大绝吸回来，直接蒸发掉。这边喇叭又抓到了 Suki 的位置，同时间 Nexus 过来想要来把已经半血的喇叭给收掉，但是看起来有机会吗 ？Q 过来以后选择打在无极身上，但是那这样子拿到两座塔了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replay 非常关键，这个出钩是直接勾到，而且球就直接落在纳迪武士身上。对，那其实秀秀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帮助他，就是只能看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队友倒下。那虽然后续来说的话控制是有丢到 PK， 可是他的坦度实在太高了，你看他坦的塔大概六下左右，也完全没有。计算是非常精准 ，Race Gaming 是几名成员血量都非常惨的情况下面成功逃脱掉。但同时间上路有一大波的小兵 ，S Gamers， 哇，这个海之霸主丢在喇叭身上，水晶剑也有命中哦，决定要把他的血量给拉起来。但专注射击开启以后，侧边一个龙争虎斗轰掉了理性的人头，传送下来，这时间 TP 过来，你龙争的位置很差，那第五次想要利用这个大绝吸掉两个人呐、啊。苏给要先倒了，那次血量也剩下不多，又被勾了回来，这个爆破球过。因为这个奥利安娜跟纳迪武士到了后期会没有什么人能阻止，那其实喇叭直接走过来，像这样子有点危险哦。所有的大绝全部下在喇叭身上，喇叭还没死。哇，刚刚最后这个烟雾弹很关键呢，他丢下去的时候虽然插出眼睛，但是没有办法踢回来。同时间边者只想盖过来后是关注了无极极小的位置，逼出了狂傲的闪现往后拉开，侧边反而秀秀的位置太差了，腰闪了，腰闪了。大绝过来。海之霸主套到的情况下面，水晶剑就准确的砸在无极身上，不过这个进化马上就交了出来，我上面不逃脱有办法活下来吗？除非这是奶洗的这个血量，反正这是血量掉的很快啊，两边隐患，哇，这个救急电话及时的把球女给挽救了下来，同时间侧边秀秀已经被带走了，是秒解掉的，对，这有办法吗？不是。吃的速度很快，三千滴要来限制 Pony 的发挥，小 B 直接上去要把 Pony 给带走，收掉了。那这个巴龙就完全没有任何威胁。其实他对线本身对上塔利亚没有什么压力。那在会战期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个哇，成功勾到熊下面潜航冲击，直接硬敲，哇 ，Pony 马上就蒸发掉了。这个会战就是他随便出勾，那勾到谁就是再勾一个，而且普攻又要留人，但是没有想到路线直接被秒掉了。哇！现在龙奔奔的发挥非常好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再给他限制。专注射击开启，拿了个 triple kill， 他在上前做追击吗？哇！小 B 这一倒下，之间反而是差距，一口气把中路的二塔都拔掉了。应该是看到这个 PK 勾到，这是第一波嘛，第一波先勾到，然后大绝直接下去，先收掉这颗人头之后，后续这个小 B 应该是哦砍到太多下塔的伤害，那过去的时候被应该是被 Suki 绑到。对，又勾到熊那边、哦，直接绑 到,、欸、到，然后加上 Nexus 线捞海胆，伤害一口气灌出来。哇，连无极被套了虚弱之后，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逃脱了。哇，这个走位失误很大哦，完全不需要往前人，他没有那么好留。看一下怎么处理，直接开动，这边吃的速度也很快，剩下7000滴左右了。下路一大波小兵已经压到了高地塔的位置，现在是要给 Pony 去投，哇，出攻勾到 Suki， 被交闪往上路不逃脱，边的之墙一盖，限制住的是球女的位置，球女往后还是往上有跟上来哦，但是整体的伤害没办法一口气爆出来，这个大绝轰出来以后消掉了很多对方 RG 的血量哦，但是现在还可以再战，被打出复活甲以后出钩，这次又勾到了 Suki 直接先被放倒了，侧边 Pony 状况还很好，回旋踢直接把他给踢回来，这边虎啸龙有命中 Q2 的伤害先带走了 Pony， 伤害差一点点，哇，但是龙妹们现在状况还是非常好的，起身以后 PK 大绝转好，强冲击敲在龙妹们身上，侧边的小 B 想要把补伤害先把龙妹们给带走，互换了，但是两边的 AD 一起互换掉的情况下面还在打，这个 PK 还在坦着，侧边的秀秀玄武飞炎带走露露，但是看到费斯已经倒的情况下面，秀秀看起来也没办法再战了。
哇，闪现 QW 的伤害 double kill 落在无极身上，可是下塔被死前秀秀带走了大地鲁斯，但是下路的超级大波的小兵，哇，他在前面就一直挡着这个秀秀他的输出啊，他完全打不穿。第二个勾到了 Suki 之后 ，Suki 其实是吃了两次勾棒到第一次，这是第一次，那闪现上来这一次的这个召唤师技能就是有挡到，这次致命绽放加上龙争虎斗其实效果也非常好，对，下一个 PK 的勾，那其实来了就是这一次。这次是勾到，直接勾到 Suki， 然后 Suki 这次就没办法，就要死了。那 后续上来说的话，再下一个勾，你看这个 R 闪回来，直接把 Pony 踢到正中间过来。那后续的后续上的交换的话，龙笨笨其实他也是走到了 PK 前面啊。对，小 V 这时间就滑上来，把伤害互换。啊，对，被拉回来，再一次拉回来。那你看这个已经完全没有魔量的 PK， 他就在前面一直挡着。不过其实秀秀他会战的发挥，我觉得也算是不错了。还是真的是这个人一直打在前面啊，能打的伤害其实都已经打出来了，不然到最后死前还带走了 PK。但是这个下路的 RG 粉丝太猛了，现在 TP 还没好，所以 Nexus 也没有办法去整理兵线，而且超级小兵就直接要来拔珠宝塔喽，这肯定要赶快回家了，传送准备要好了。哇，这两只啊，看来要掉一次。现在 Race Gaming 也是直接开动拔龙了。TP 已经转好了情况下面 ，Nexus 应该也是准备要传送过来喽。哇，上来是，哇，这个边阵是强，是把对方全部关在巴龙池里面。大绝先把 Pony 给踢开来，但是现在的话，血量掉得很快，这个巴龙到底降落谁家呢？最后是由陆星燕成功吃了下来，但是上半部的话，喇叭的跟夸的血量已经掉得很残很残了。没有想到这个大绝一期的话是先把对方的伽罗给放倒了，吃了屠戮开启，咻咻被打到很残的血量了，而且有传送进去，体力量起来，看起来 PK 要来直接结束掉这场游戏。前半边先帮超级小兵开路，钢铁怒涛硬踩以后，现在剩下咻咻跟龙笨笨活着有办法防守对方4名成员吗？两个 carry， 对方是4名成员、哦，而且无极跟小 B 的血量都还蛮好的、哦，状况是非常好的，这应该是挡不住了。哇，另外一座主播塔已经快要倒了，已经被放倒的情况下面，游戏时间47分钟15秒左右，恭喜 Race Gaming 先赢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，恭喜。